好，举办超过10年的绿岛海上长泳的活动在11号登场。今年是以海事要游吧为主题，赛事从中寮到柴口来回3公里进行长泳，吸引了超过了700多位的参赛者来共享盛举。运动之余，也能够亲身身体体验绿岛丰富的海洋资源。手脚并用，奋力向大海游去。泳客纷纷出发，5颜6色的浮具也飘了起来，画面看起来非常壮观。今年的主题是海事要游吧。虽然受到台风马湾影响，延至11号才举行，但依然吸引700多位参赛者一同共享盛举。赛事从中寮出发，游到柴口，来回总长3公里。绿岛的最最漂亮的资源，不光是在岸上。那在我们的海底，也因为黑潮跟暖流的经过，所以我们绿岛的珊瑚礁的多样化，我想各位在座参加我们长泳的仕途老马，我敬爱的各位选手们也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绿岛的一个非常优越的一个项目哈。那参加我们的长泳，我们意不在它的长泳的速度，也不在各位的泳技，我们可以一边长泳一边欣赏我们海底的景观。绿岛拥有独特的海岛风情及珍贵的海洋资源，每年都会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民众到绿岛观光旅游。参赛者也表示很开心可以回到绿岛参与活动。可以，谢谢。大哥哪里来的？台南。有的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今天还不错。今天虽然有点小浪，但是还 OK。太短了哈，很可惜啊。蛙式、蝶式通通没限制，许多游客都顺利完成，还觉得游得不够尽兴。绿岛一年一度的长泳登场，同时促进绿岛观光，也推广在地美食。自民国100年起，举办海上长泳活动已经有12年了。虽然这些活动让民众亲身体验绿岛丰富的海陆资源，认识海洋珊瑚生态。记者杨子轩，绿岛乡报道。